啲观众闹啊，唔会闹，仲会赞添。咁难得见到谦公客串拍剧，开心都嚟唔切啦！你睇下啲留言，谦公果然系名副其实嘅早餐 KOL 啊！客串940920演余家聪嘅编辑，仲要带埋早餐上门氹人交稿，难怪有 fans 忍唔住问，究竟个早餐系唔系私伙嘢？不过见佢同刘俊谦食得咁开心，应该唔系遮遮住噶啦。谦公呢个造型配埋副眼镜，斯文得嚟大点 QQ。咦，其实系林家谦定系谦公啊？好多人都话超级似啊！不过听到呢啲对白就知道系谦公本尊啦。我真系唔明白你啊！你够钱使噶啦？你出街又着得靓，又 HiFi 啊 projector 啊咁，唔使钱啊？即系做人嚟讲咧，包装系最紧要噶。940920播咗两集，已经俾咗好多惊喜观众。唔单止有谦公客串自抽，打破第四面墙同观众对话。第一集仲揾嚟阔别幕前20年嘅兰西客串做简莫华嘅家姐添。短短几分钟都好够 surprise 啊！同流星许愿好靓噶，唔知咧，靓噶，所以你今晚要诚心许愿。之后仲会有七师傅啊，佢话系客串演女神，唔知会有啲咩惊喜咧？